看看新闻网。范冰冰范爷呢，一直是被圈中啊封为女神，可是关于她的那些绯闻呢是相当的多。早年呢，她就被指与经纪人穆小光关系密切，月前呢又被拍到与李治廷秘密出游，炒作手段呢可谓是越来越乏味。这不，近日呢又被某媒体爆出在北京机场获赠神秘男子送上的名贵钻戒。